各位同學，咁嗱呢條咧係 DSE M2 啊，咁有即都幾多同學即係問咗我好多問題，咁但係就我慢慢一步步做啦。咁即如果你有問題，可以隨時隨地歡迎問啦。咁除非真係做唔切嘅啫，但係應該我估計我應該做一次嘅，做一次我就會擺上去個 YouTube 嗰度，咁就即係可以幫大家同即係到一個最恰當嘅方法去學習呢個即係數學啊，咁包括 M1、M2 啦，數學啦。好，咁開始前咧，即係希望各位同學 subscribe Dr. KTMS 呢個 channel 啊。好，咁啊，而家開始啦。咁就prove 佢呢條式用 MI， 咁我 let 咗 SN 先啊。咁我簡寫佢啦，即係唔好寫到咁複雜啊。即係唔寫咁多文字落去啦，就咁寫呢句 S1。咁嗱 S1咧就其實係左手面同右手面，即係 S1 n 等於一嘅時候咧，即係 n 等於一啦。咁左手面其實係 summation r from 一去到二，咁即係呢兩嚿一加一 over 二，三 over 二。而右手面咧就係四 over 二。減二 over 二嘅二次，咁撳機撳翻出嚟呢個都係三 over 二嚟嘅，所以 S1 is true 啊。跟住 assume SK is true，that means 係呢嚿嘢係 summation r from k 去到二 k 一 over 二 r 減一。四 over 二 k 減二 over 二 k， 好，跟住 for sk 加一，咁左手面咧就應該呢嚿嚟嘅，r from k 加一啦，去到二括 k 加一，嗱，咁呢度個 summation size 咧，其實你可以咁樣寫開佢嘅，就係由 summation r from k 去到二 k。咁呢度計多咗幾多咧？嗱，計多個 k 嗰嚿我哋冇嘅，咁所以減翻 k 嗰嚿，同埋二 k 加一、二 k 加二嗰兩嚿我哋都冇加落去嘅，所以我哋要加翻二 k 嗰嚿、二 k 加一嗰嚿。同埋二 k 加二嗰嚿，然之後佢呢度咧，佢由因為佢而家由 k 加開始噶嘛，咁而家我由 k 開始咧多咗嚿，多一嚿你減翻佢。就是第 K 嚿，好，咁呢嚿嘢咧就照代呢個嘢落去，其他嘢照搬翻落嚟，咁我哋嘅目標係要砌到佢變呢個樣啊。咁我就用咗一個貪婪定理去做，咩叫貪婪定理咧？就係、是我貪咗呢嚿嘢先，貪咗呢嚿嘢，咁所以加咗落去，然之後減翻佢，其他嘢照 copy。咁呢個理論咧，啊屌，真係頂你個肺係咪先？嗱，呢個就叫即係貪婪定理啦。咁誒最貪心嘅一個定理叫貪婪定理啊。好，咁即係我哋要處理呢嚿嘢咧，摁走咗佢先啦。我哋要下一步咧，要將呢嚿嘢變做，希望佢可以變到呢嚿嘢就咁得噶啦。其他嘢就唔使理。咁我哋變嘅時候咧，第一嚿照寫啦。咁呢啲計數嘅方法啦，即係 MI 其實可以係睇住個答案嚟砌噶。好，第一嚿。可以寫做二乘二嘅 k 次方，呢兩嚿，嗱，當然各位同學，你化簡嘅時候咧，有可以有你自己嘅方法去化簡。咁呢度咧，我提供我睇到嘅方法去化簡佢嘅啫。
好嗱，咁我將呢個加一咧，呢個加一啦，拆埋佢，就寫喺呢度變咗二分之一。一次過撳曬佢撳唔到嘅，因為本身佢嗰個數字上面係一個即係有佢嘅複雜性喺度噶。好，呢兩嚿嘢即係四個嗱，你當有四個 K 溜跌咗兩個落屎坑，所以剩翻兩個 K 溜喺度。好，呢度呢兩嚿。咁誒喺屎坑上面有兩個 K 溜，跟住咧即係有人撈翻一個上嚟，所以仲有一個 K 溜喺屎坑嗰度遊下遊下咁樣，呢兩嚿。咁最後再加二分之一，二 over 二 K， 呢兩嚿直頭弱咗添啦。呢兩嚿弱咗好啦，跟住剩翻呢兩嚿點做咧？你當係咁樣，呢度有一個 K 溜響屎坑嗰度，咁咧有人咧救咗半個上嚟。半個啊，咁所以仲有半個喺度，即係咁樣睇嘅時候咧，希望各位同學咧唔好覺得核突啊，即係呢個即係最有趣噶啦，哈哈哈！好啊，跟住上下乘二上去，噔噔噔噔 ，K 溜表演心口碎大石搞掂，所以 SK 加嗰個 statement 就啱啦。好，這個第一 part 啦 ，MI 嗰部分 ，MI 嗰部分唔係太即係其實而家好多我見到咧啲學校咧好中意出呢啲款嘅題目嘅，咁就即係可以即係參考一下嘅，咁都好即係好有代表性啊！咁因為 DSE 出過一兩次之後咧，好多學校即係蜂擁咁樣去創作呢啲咁嘅題目出嚟噶啦，咁即係我去分享嘅時候咧，我都睇到一個即係咁樣現象嘅。好，咁嗱，我哋睇第二 part 咯。第二 part 嘅時候咧，計呢嚿嘢。好，我撈走咗嗰個畫面先啊。嗱，呢嚿嘢咧，其實可以咁樣睇嘅。咁樣睇嘅時候咧，咁即係其實呢嚿嘢其實係 summation。嗱，因為佢 power 咧係 R 減一㗎，即係五第一個五十減一，即係 alpha 二乘五十減一，即係 R 減一。咁個 R 由幾多？五十去到399係等於400減一，所以去到400。咁所以 B 嗰條式其實呢嚿嚟嘅。咁呢嚿嘢咧，其實嗱，你發覺咧五十，咁我可以咁樣砌嘅，砌開佢做五十，去到100一嚿。咁跟住下一嚿咧就100。100去到200，跟住下一嚿係200去到400。好，咁你會睇到噶啦，呢度多咗幾多嘢咧？嗱，多幾多嘢，我都係用翻個貪婪定理咋，即係爭幾多咪補幾多俾佢咯。多咗就補翻，減翻佢，少咗就補翻俾佢。咁即係多餘少補啫。咁嗱，第一樣嘢咧，其實 R 等於100嗰個 term 咧，就加咗兩次 ；R 等於200嗰個 term 加咗兩次，所以要減翻 R 等於100嗰個100減一，同埋 R 等於200嗰個。咁呢個就係最好嘅貪婪定理啦，即係即係爭幾多，我哋就加幾多上去。好啦，搞掂咗，然之後拆翻佢先。好，咁然之後呢三嚿一嚿兩嚿三嚿，各自用呢條式用三次。第一次 N 係50，第二嚿 N 係100，第三嚿 N 係200。跟住減翻呢兩嚿，好，
跟住逐嚿去睇佢。第一嚿弱咗剩翻，因為弱四，所以一 over 二嘅四十磅。第二嚿呢兩嚿可以化簡嘅，你可以睇成係四個 K 溜減兩個，所以仲有四兩個 K 溜喺度。好，二百呢度次方又係四個 K 溜減兩個 K 溜，所以仲有兩個 K 溜喺度。跟住呢嚿。呢嚿就減一 over 二嘅三九九，好，然之後呢兩嚿照抄翻落嚟，好啦，我睇下有冇計錯數先啊。希望冇計錯數啊。好啦，咁然之後呢，呢兩嚿399啦，呢兩嚿可以整埋佢。我要裝先啊，我睇下有冇計錯數。Oh shit， 是啊，我看到了，我看到錯了哪裡，這個是199來的，這個頂，我這樣寫錯了，因為其實計完之後呢就發覺有點怪怪的，我改回這裡2的199，綠色筆寫，那就是改回這裡，好，這兩塊其實是一樣的，因為我約了它可以變成這樣的，這塊可以變成1 over 2 over 2的98，這塊可以寫做1 over 2的99199，好，又是計錯，這個99來的，嘩嘩嘩嘩，真的好，這些就是一些錯誤的示範，好，那我就重新整過這塊東西了，這塊東西就1 over 2的99，好，那就出來了，就是這兩塊東西可以 cancel，這兩塊也可以 cancel， 如果看得快的話就即看到的，我自己第一次做的時候就沒有這些即 confusing 的東西，但竟然第二次做有這些，不過 anyway 我都即 計完了，因為它的 format 都是要用這個 format 寫的，所以 A 其實是48，B 是399，它指引了你的 format 的了，咁都係呢個數撳唔到出嚟啊！撳出嚟啊，即係好細嘅小數嚟噶。好，咁最後啊，呼籲各位同學請 subscribe 多得，佢啲咩？請呢個 channel， 拜拜。